你很帅耶。你几岁？我叫王子毅，今年二十。你几岁呀、啊？傻掉了。25岁。就见了美女就这样了？没有，他是看着你。哪有他看着我？他回答你的问题。你问他你几岁？我叫王子毅。他紧张呢。我给你唱《可爱女人》好不好？简单爱好不好？不要好不好？我今天已经哭两次了。我已经补妆补了又补，补了又补，现在那个皱纹都看到了，干裂了。哦呦，你还有皱纹呢？毕竟也39了。哪有？你知道吗？你永远都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少女。